看看，我看看，我感受一下。啊，你开了，你成功了。哎，玉威呢？啊，威还在打，还在打字啊。威呀，啊，我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小柯在打字。我要在这里非常非常非常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各位伙伴建立一个共识。请说，今天等一下不能在开台的时候打网字，可以吗？那可以玩手游吗？不行。啊。不要哔哩哔啦，吵死了！为什么是鸟屎开？因为刚刚来不及。因为鸟屎是紫色力量，紫色力量，漂亮 ，Purple Power， 请叫我 PP 紫色力量。Purple Power。哎，我们这个月非常非常晚开，哎，其实中间隔了非常久的时间说。好，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来讲一讲6月28号有人生日，然后我们全镇的人都不会帮他庆生。对，我们全镇的人都会入镇。没错，那我就进去大屠杀啊。你说哪一把枪出来？今天是我生日，然后开枪。你生日，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传那个生日快乐给你，然后就说今天还是要上班，要记得要上学。大家如果下个礼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剧场看我的戏。虽然我有空，但是我就在士林，我可以睡超饱。那我不去，离我家太远了。你去死吧！你有回音啊？你去死啊！我没有回音啊，你听错了。现在没有了啦，现在 OK 了。等一下，我开始觉得回音好像是小六哦。哦，小六哦，哦，小六有回音还想屠城哦。有回音还想过生日哦。哦，小六，对啊，就是你啊。不是我，你看错了，我就是在看，就是你那边有声音。没有，你们现在再试一次。哎，有啊。干，是我啊，怎么了？给我调整好啊，是不是？他妈的嘞！没被球棒敲过是不是？Yeah！ 好了好了好了，奇怪，我的桌子为什么一直有个脚臭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脚臭啊！我觉得就是您的脚啊！我的脚没有臭，我有刚闻过了。In another word, your fucking feet！ 妈的，自己闻脚当然都不会臭啊！我也很希望每天可以闻着我的脚睡觉啊！我没有，我还好，我脚真的没有很臭，好吧？我开放聊天室来闻我的脚，我从现在开始不洗脚，一直到八月十号的时候开放现场来闻我的脚。哦，恶心，那你不能来我家。哦，干你！哦，那他们，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好喝一口豆浆，我唱吐了，变成咖啡牛奶。我干你！我喝豆浆不想喝了。哇！那你还要拿绷带把它缠起来，这样？没有，我就是一直穿那个，就是用塑胶带缠起来，就是不透气，然后没有没有，你要汗也排不出去。你要先穿一双那种保暖袜，很厚的，然后去踩海水，哦，然后再用绷带缠紧紧，再套一个塑胶带。我的脚会臭掉啦，没有，然后再穿一个靴子。No， 我脚会臭臭的。再穿一双艾迪达。啊为什么？不是穿那种就是在那个车站地下街买的那种190的鞋子吗？我们最近都在办自由新政的 RP 嘛，对不对？然后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比较偏向温柔大姐姐的这种风格，这样。然后那天我们是没有入阵的时候，四个人一起玩游戏，然后一直骂脏话，然后小葵那边的观众就吓到了，就说没想到王小姐下戏是这样的风格。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原本是怎样的哦。对，有些人不知道我本来是什么类型的，啊，因为这个企划就是让各个实况组的固定观众大杂交，不是大杂烩，喂喂，大杂交，就让大家的观众交叉感染。哦，真的是很好笑。我上一次其实没有，嗯，对啊。哈哈哈哈哈！是什么自由新政后遗症呐？默契要不要这么差？我现在不管看什么东西都会套上一个自由新政的滤镜，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意思啊？欸，你知道我每次去载你的时候，我都超想闯红灯的。不要闯红灯，太严重了，太扯了吧？你没有看 Fik 那个精华吗？我超好笑，我他妈这次笑爆哎，干超好笑，我很少一个人会在房间里看东西笑出来，我昨天直接笑出来。我也是哎，欸，我真的好久没笑了。一颗流星陨落，露水对，遥远漫长。其他两个人还在给我在
在那边说风凉话，真的，他都滑下来了，然后还在那边。然后我今天我在高铁上要回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一整片夜景，然后也会觉得哇，好像自由行政哦，超级中毒哎、欸，怎么办？别说了，我那天才在网络上看衣服，想说买几件新衣服，因为最近有瘦了一点，不知不觉我已经开始往我的角色衣服开始看了，但是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穿起来会很像我是卡姿雅的粉丝，所以就算了。没有啊，我奇怪这种衣服怎么配起来都看起来很眼熟，可是我角色明明就也都颜色没有换过，我想说奇怪到底哪里看过，我想、啊、卡姿雅。好像没看过卡姿雅穿其他衣服，每次看到他就是穿那样，不然就是上裸。可以，现在这边的人应该所有的人的角色都已经在自由行政里面有死过了吧？你讲到这个我就气耶。怎样？我除了一开始那个一定会死的以外，我只死过一次，就是被枪托敲死，而且是你无法阻止的。对，我才刚要出生阻止他。哎、欸，我死过几次啊？我好像死过，我好像也只死过两次哦。店长有一次就是被我打死的、啊。对啊，我死过两次啊，一次是我自己出车祸啊，然后一次是被我打死了，被我打死，我打死了，被我打死的，不可能，不可能，店长酒量那么好，怎么可能被你一拳打死？那你想怎么样？我要帮他报仇！啪！哦，而且最近一直在看大家自由行政二创的图，哦，真的很屌哎、欸，好、哦、真的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明星系列啦。对，明星系列真的好好笑，超好笑。明星系列，我本来想说都当一个潜水读者，就是不要留言这样。今天看到他的明星系列 Volume 4，哦，直接受不了，在下面回一个。我没有看过 4，传给我看。而且到底要看多少人的台才可以做一个这么完整的明星系列、啊？那我贴 Volume 5给你们。哦 ，5是今天的吗 ？5今天的、啊。学长，明天发现你剪头发哎，没关系啦，我不在意。猴子，哎、欸，他真的是被霸凌哎。有没有看到那个？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这一张？我贴在 Discord。笑在笑。你有看到这张？我觉得这张超好笑。玉威提到小哥团子，哎、欸，米乌拉学姐，玉威，我们是，我们是的，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超好笑的，哦，真的很好，哎、米乌拉学姐，哦，干，每个都好好笑哦。没有人，然后下面接别的，我觉得超好。没有人，然后北村摔车。哦，真的很屌哎、欸！真的太屌了。任何人说话，小吉说话。我今天看到怪奇事务所分享了一个，是说爱说自己老真的是会变老，我就有点害怕。这是我最近的狗多惨呢、欸。还好我都不会说我自己老。因为你还不老啊！我都说我自己很丑很胖，所以才越来越丑越来越胖。那你就不要再讲了。我很常说自己又老又丑又胖，所以对。三相之一。我看两天是有人说，干，我说我很帅是没用啊。不是这种东西，正面 buff 一定是不会有，但是负面 debuff 一定有的啊。对对对对。